52赫兹代表什么？52赫兹代表了一种没有同伴能接收的频率，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声音。赫兹通常指物体每秒钟周期性变动的频率，而52赫兹鲸鱼原是科学家在深海中发现的一只拥有独特频率的鲸鱼，因其频率无法被同伴捕捉，而被网友称之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52赫兹的鲸，它叫 Alice， 1989年被人们发现，从1992年开始被追踪录音。在其他鲸眼里， Alice 就像是个哑巴，原因是这只孤独鲸的频率有52赫兹，而正常鲸的频率只有15到25赫兹。